喂油，好我发抖，有你，金牙，金牙，等你救死，我一定会救你，你紧张，我就要先看电话。既然你有听到我讲的话啊，那呢，请你回答我的问题。我今日找恁回来，就是要讨论这，恁敢知影草本着情啊？知啦。我是安生讲，可恨草本退散，我希望恁会当支持我。爸，你的意思是，你希望少峰哥？好好调养身体是毋？而且哦，伊个肝癌有复发的现象，短时间内袂用伤忝，只有放弃选举，配合病院治疗，对伊上好。啊，毋过少峰哥即摆声势足旺个，你即摆爱退选，这可能有淡薄困难呢。我知啊，所以我才找恁讨论啦，恁哦。生活这么久啊，也较有感情，所以恁讲的话，伊较听入去。你讲袂使，你前两天才讲要把马哥大哥赶出去，你即马就讲你咧烦恼大哥的身体，你是讲真俩讲假的？还是讲你惊大哥身体有状况？就算我伊选掉啊，嘛有可能随时有状况需要治疗，所以归去，可恨大哥即马就开始调养身体。啊！你嘛唔免继续，搁甲资源投落啊，对不？少峰退选，甲身体养好，这就是上好的结果啊！无论啥原因，对伊来讲有啥差别？是真心，还是虚情假意？对阮来讲有真大的差别。这话应该唔好讲得上清楚啦，靠边你的感觉，我咧侮辱你的地位。爸，少强哦，伊毋是超过伊安尼应出应接啦，伊只是吼甲伊大哥自细汉做伙大汉，感情足好诶，伊就会较顾虑大哥诶感受啦。好啦，先依你讲，我安尼做敢对？这其实嘛无虾米对，也是毋对，只是每一个人顾虑诶无同尔。是，这件代志本来就是对。干唔对，阮爸对厝内底哦，着算盘着甲遮尔清楚，真正煞无情个呢。爸，就算阮大哥毋是你亲生个，啊，毋过你嘛甲爱过，甲疼过，敢讲你即摆对伊一点仔感情拢无？讲来讲去，恁是重亲情，我是重血缘，
就参照新姨讲的同款，每一个考虑拢无同款。我的决定是为着大局。假使你若真正为着少芳的健康，你就好好考虑去，叫伊倒来退选。无得，我无想要做你的拍手。爸，少祥这人本来就是安尼啦，伊讲话就较刁滴，你莫甲伊生气啦。你放心啦，我袂甲伊生气。看起来吼，心意你比少强较明事理。要甲这个参详代志，都要讲一寡伊爱听的话才有效啦。是的啦，个代志要问。你哦、喔，是安怎爱甲爸应出应子啦？心意啊，爸讲款话你听入去，伊根本不是真心咧替大哥设想的。我爸顾虑的是啥？伊讲的其实有道理啊。对个吼，咱应该支持爸去叫大哥退选。我无懂。你话莫成功到这么早，先去找医生了解大概状况。无对个吼，到时阵你嘛会改变主意啊。我去甲曹正讲条件，伊若答应，我就待此在活动中央宣布少峰退选。你直接去找曹正。嗯。啊，不过伊目前情形看起来，分局还未甲少峰讲伊要退选的代志呢。我想应该是分局刘连讲，我害少峰退选这件代志，还佫参详的余地啦。不要紧啦，伊要讲唔讲不在意，我无意见。啊，不过我认为，在你宣布少峰退选之前，应该爱先甲少峰讲一下，啊，无到时阵，伊哪有可能原谅你啊？你要安怎想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无。你会当无顾虑分球，还佮有少峰，还唔过骂佮少强的，因一向拢支持少峰，因哪有可能这件代志计点点啊？等退选的消息宣布了后，就应去亲密住家饭啊，因若有意见，嘛无法度安怎？你敢需要一定爱打仗的？我希望你下一季会进去。是忍耐的忍，是残忍的忍。假使少峰若是知影你叫伊退选，一定就伤心命。好啊好啊，别再讲啊！我做的决定绝对无可能改变。也毋讲嘛。哎，你莫提嘛来压我好无？这几年你嘛有插手经营，公司的状况你嘛真清楚。疫情了后，咱大义集团的实力。爱情拢未变啊，是安尼无唔对啦。我不应该怪妈，伊的做法唔对啊。啊，不过我感觉伊太过狠心啦，别项代志拢要讲人情利理，所以公司定下吃亏，造成一段损失，这款经营不愿继续落去啊。一寡无必要投资，一定要马上停落来。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头一个。要为少峰的代志下手，我讲钱在少峰身上不如啦。我去找曹俊讲条件，安尼才是一本办理的生意。也毋过，明仔载少峰敢有可能目睭金金看你替伊宣布退选的消息？万不能爸仔囝伫现场去冲突，那安尼对大业集团会造成更加大的伤害。你放心啦。我拢安排好啊，明仔载少峰要接受真侪检查，伊绝对无机会离开病院。原来你拢安排好啊。嗯。少峰退出的代志，一定要赶紧做一个解决。少强，你提遐尼侪物件是要去倒啊？哦，阮要去病院看大哥啦。免啦。病医哦，先去就用啊！你去换衫，不要去参加慈善活动。啊，不过我已经讲好要病医看大哥安尼。你这囡仔哦，代志的清单拢分袂清啦。我跟你讲啦，少峰无这已经出院啦，要看会当随时看，无差啊！今日即工。但是吼，我对家爸这位出席慈善活动一点仔兴趣拢无。少强，听恁爸的话啊。
先做伙去参加慈善活动，活动结束了后，再做伙去病院看恁哥哥。我已安排少峰去做更加详细检查，检查出来恁才去就会用的。心怡啊，麻烦你啊，我是惊何丽一个人无法度应付，拜托了。你去甲斗相共看头看尾。你是用什么款的心态替大哥安排做检查？是要确定伊的身体真正有状况，爱伊退选，还是真心烦恼伊的身体，所以替安排做检查？我当然是要紧少峰的身体啊！搁再安怎讲，恁阿妈绝对是少峰的。虽然讲我这个人真重视血缘，啊，不过我更加重视恁阿妈咧烦恼少峰的身体。少强，虽然讲恁爸嘴无讲，也毋过伊心内真关心少峰，也毋过少峰需要经过遐个检查，才会当接受上好的治疗啊。安怎？敢搁怀疑我的话？无啦，我是想要甲爸说多谢，多谢你真正做挂念大哥。不用了，该做的事情我一定会做，免你说多谢。啊，好啦，那呢，你赶紧去换一个较正式的衣服，我在这等你。心怡，病院的事情就麻烦你了。没问题。哇，叶少峰得情断义。今日慈善拍卖会，唔敢讲到，都是我的负担。那是今麦有人哦，对你大期待。你就有舞台哦，通好展示啊。我问你啊，顶个脑袋一个人，你找到阿未啊？要紧啊，当然阿未啊。你也总有看到面就好找哦，你唔知找人就困难的。好啊，咱做伙提心吊胆啊。我是要紧啊，为着要选你位的人啊，是你也唔是我。哦，我会叫因卡手较紧的，好不好？爸，啊，你来是要替我徛台啊？那不是阿红一直甲我拜托，我还讲需要讨这条老命，你真正好，我甲你小妹说多谢。爸，我甲红阿感情真好，你应该感觉王姨是不是才对？要紧呢，小大姐是安怎样？你要选立委的人呢，较稳重的人。对对对，爱较稳重。你先去，等下哦，少强家庭哦，叫伊马上起，莫让别走。我知影。恁两位先入去。我甲叶先生讲一下话。安怎？我讲的条件，你考虑好未？选举医院的高分，我当帮手。但不过退选的代志，你敢靠向少峰会行？那你真好，少峰今日袂出现啦。只要等下你同僚宣布退选的代志，高分要怎处理，拢好参详。